重案列车长的112年哦，7月10号，彰化善影车库15点57分，我拍的是第二次的转场秀、转盘秀 R202，叶文的 R202 R200型阿鲁哦，彩电哦。202，那不然就会飞，还要拍啊？啊，不一定。哎，通了。可能申请吧，有申请通了。那我刚十分钟啊，刚过来了。哦，对啊，那你要。啊，我正好离地3公尺。声音就差不多跟电头啊，那现在声音就这么小，当然跟电头差不多。我现在声音就这么小声，刚刚很大声的。我说像启动的声音，你说比那种行驶的声音很小，比那种后面的有没有？哇，行驶的声音挺小的，比它还小，发动比较大声。好，转盘秀 R202。来，各位旅客，请注意你的安全。车子在转动，请注意你的安全。我不开了，容量不够了。2:01。在开车的同时，请注意你的安全。你要看月台了，对，你不能从这边看嘛，这已经转向架那一区挺高的，因为底色是黑色，底下那条有黑色，所以看起来很好。看一下哈，我们这台新购的台电机车，它拥有两个驾驶室，头尾两个驾驶室。它跟以往的台电机车不同的是，以往的台电机车只有一个驾驶室，那可以两端。它不是两边，以前柴电不都一两边，一边是控制一档，它是使用柴油引擎，后面的只有一端。标
它两端只说跟电筒一样，对。他说，嗯。再交换成交流电，三项交流电，三项交流电，三项交流马达使用。那所以现在新购的车子目前都是采用三项交流马达。它跟以前柴电机车不一样的地方，以前柴电机车都是采用直流马达。因为现在的车子它很注重环保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哦，它现在柴油引擎冒出来的烟哦，白色的，符合环保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哦，没有看到黑烟或白烟。哦，上面。对，前都是很大烟。转盘转两圈结束之后，它要同时进入九股道。九股道。所以请九股道的旅客注意你的安全，啊，因为它。要转头进入九股道，所以他必须换端，驾驶人员必须从另外一端走到另外一端。所以各位等驾驶员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，进行换端的动作。然后他要进入我们库内九股道，完成这一次的转盘秀。谢谢各位。它底下有红，所有颜色都有。因为我们最近新购的这辆柴电机车，它是属于西班牙制造的，西班牙斯派德公司制造的。瑞士是的，没关系啊，西班牙厂。是啊，西班牙厂制造的，美国奇异公司制造的。那所以现在我们由美国系统转换成欧洲系统。欧规。所以各位在网路上。欧洲的车子几乎都采用这种外形的机车啊。哇嘿，曲面。他就看他的头了，上次就在天桥上面看到他的头。因为这种目前现在这种新车哦，它都是采用电脑控制啊，所以它希望出力大小完全由电脑来控制柴油引擎转速的大小。然后发出大小不同的电力供给给车上使用。所以目前所需要的电力比较小，所以柴油引擎转速比较慢。等一下它需要大出力的时候，它微电脑就会驱使转速快一点，发出比较多的电来供给给车辆使用。噔噔。来九股道的旅客，请注意你自身的安全。车子要入库了哦，车子要进入九股道。检修保养，我们的 R202 进入九股道。哦，太阳太阳，哎，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大家拜拜。要叫我妈的。先这样，拜拜。好，零二。
6:07，转盘秀第二场结束，7:10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我们的彩电哦，R200彩电哦，在彰化善库今天展示见面会哦。我凉凉很多，哎，这边比较好拍，希望大家拜拜。